全新杜鹏007系列限量版打火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给大家推荐机器了。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，是杜鹏全新限量版系列极品揽胜打火机。那么，法国杜鹏与詹姆斯·班德的传奇故事可追溯到1962年，当年上映的第一部特工电影《洛博士》中出现了法国杜鹏标志性打火机的特写镜头。为了向这一位影视英雄致敬，在去年全新推出了詹姆斯·班德限量版系列，送给拥有独到收藏眼光的007爱好者。关注我，打开奢侈品的大门，带了解更多中古打火机。